大家好，我们是原柚子 Studio， 我是梅子福蜜，欢迎回到夜回山。好喂好喂，好久不见。就我觉得有现在这种状况，好像一直在不断的重复，就是很勤快的开台一阵子，然后又沉寂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之后又回来很勤快的开台一阵子，就是一种好像一直在犯同样错误的感觉。好，不过没有关系。最起码在夜回山玩完之前，我应该会持续的把它更新到结束吧，应该吧。好、哦，那如果你没有看过第一集的话，我会把第一集的连结跟它的播放清单放在下面。那顺便你也可以回忆一下夜回跟深夜回的剧情。好、哦、好、哦，那我们就继续开始。好，那上一次我们就是。从学校回来，反正总而言之，我们接下来要解除我们的诅咒，所以我们上次看到拿到了铅笔跟稻穗，铅笔要回学校，稻穗要去北边。OK， 我回忆一下，这个是Q 是面对同一个方向，然后E是跑步。OK， 我们接下来去学校吧，不知道这样走会不会吵醒爸爸。可是其实我一直觉得，就是如果在学校被欺负，还是要跟家里的人讲一声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们去学校吧。好哦，那我家废弃大楼，学校在哪里？学校在哪里？啊！我要从哪里走到学校？学校在哪个方向？有人可以指引我吗？哦，有亮亮的东西，打空，妈妈十块。嗯，为什么路上都会有一个？哦。那个是什么？啊，然后四是闭眼睛。好，那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。哦，我其实只要不看它就好，对不对？可是，你知道，这样很讨厌的点就是它不能跑步。到底要去哪里？我家学校到底在哪里？我每天上学的路线，我不晓得要怎么走。有人呢？为什么这么晚了会有人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他一定有问题，我要跟踪他。可是他穿得好鲜艳哦，这么晚穿得很鲜艳的人都有问题。然后呢？不见了。啊？球？我要去帮他捡球吗？球不见了，掉到水里了吗？好吧，哦，哇，是组织的人哦，也许能想起一些跟这个有关的事，是竹子制成的小人偶。捡到这个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何感觉好像有人正在玩它。是谁在玩它呢？哦，这也是其中一件宝物吗？
可是话说回来，学校的路呢？哎，亮亮的东西，便签，用圆润的字体写的便签，上面写着，据说只有在屋顶才看得见那个，所以或许是因为这样，才会有不要去看天空的传说。不要看天空，欸，其实我说认真的，如果看天空就会被诅咒的话，那一天到晚都会有人死掉了。哦，这边不就回来了吗？就是那个废弃大楼。对啊，我就是在废弃大楼出来的。欸，这个看板上面贴的东西被撕掉了，是照片吗？碎片上看得到天空，我是不是要记录一下？我总觉得好像不记录，等一下会死掉。哦，这个是干妈点吗？大家听得懂什么是干妈点吗？现在已经很少那种杂货店。我其实还蛮希望有些东西永远不要消失，像是干妈点。因为有时候比起便利商店，干妈店会更显得有人情味。可是我有时候也会觉得，干妈店被淘汰也是必然的，因为有时候干妈店的老板脸都超丑，好像我欠他几百万一样。然后选东西选太久还被他骂。我觉得我花个十块钱记录应该没关系吧。要向地藏菩萨供奉十元的硬币吗？好，爱钱的菩萨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所以给十元硬币还附赠传送的功能，可是这样我又回去啦。学校到底在哪里？休息区，我家。既然不在北边，那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好了。看看西边会不会比较好。哦，哇，这种感觉像雾的结界就一定有问题。我看已经记录了，应该没关系吧？他要我把东西还回去了，可是我就不记，我就真的不记得我有，有地图，真的是哦。休息区，学校在另外一边。好的，该死，我们走错地方了。我觉得这边啊，果然有一只。哦，上面也有哎，好多只哦。他们可不可以，就是不要一直在这边出现啊？走开！真的是不要让人给人添麻烦，好不好？我看他们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哦，有东西，居然有碎纸片掉在这种地方，上面写着“鬼怪鬼怪往这边”，跟着拍手的方向，如果听不到的话。就把眼睛给闭上。好哦，可以拍手。现在这边是商店街了吧？哦，真的是三更半夜不睡觉在那边，吓人。我真的觉得搞不好光是我到学校的路就可以拍一集了。猫咪猫咪给我摸，你跑不掉了，呵呵。好啦，算了。不要逼迫动物去做不喜欢的事情。七色圆珠笔
可以分别使用七种颜色的最强颜之笔，红色跟黑色的墨水都没了，其他颜色的墨水却都没有减少。猫咪，这是火车铁轨吗？为什么会唯独在这户人家前面，就是突然没有了铁轨？猫咪。你知道有动物陪伴的话，好像精神压力就不会这么大。所以我说那个学校在哪里？哦，它长得好讨厌哦！我走有猫咪这一条好了。我到底现在走到哪里？可是我好像……到底哪里还有那个叫什么地图 map？虽然我喜欢狗狗，但那只狗狗我不太行。真的是光是走到学校就可以拍一集，这样子是不是不太好？感觉有点在拖台前。不要过来哦！不要过来哦！不要过来哦！警告你哦！我明明就没有跟他对到眼，好吧？这真的告诉我们，就是不要太小看这些鬼怪的直觉。不经一事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。圆润的便签，用圆润的字体写的。不知为何，我没能马上想起自己的家，是因为太久没来的关系吗？太久没来，之前是在哪里混？走开啦！真的是。哦，这里居然贴了一张纸，上面写着"征求消息"。日前发生一起女孩子被不明人士割喉的事件，目击者请拨打以下电话。被割喉是下面那一个吧？我就是刚刚被割喉的那一个。哎，刚有两只哎。不！我明明就没有看他。话说，如果我死掉了，我的便签会消失吗？我就依照这个进度，我大概到早上6点都不会有，都不会有，就是到早上6点，可能都没有办法解除我自己的诅咒。我就是被那个诅咒杀死，被世界淘汰的那一个。他说："我可不可以消灭这群幽灵啊？我好想要消灭这群幽灵哦！哎，有东西，石头。都说恐惧源自火力不足。"这里居然贴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"征求消息"。哦，又是被割喉的事件，我已经被割2次了，好吗？你学校到底在哪里啊？我真的是走半天，我走不到学校。可是我看到可爱的地藏，菩萨保佑。先不用了，谢谢。下面写着"征求消息"，又是割喉的事件，这边都是割喉的事件呢，没问题嘛？虽然我已经被割2次了，
哦，他是会跟着来的，真的是。哎，都菩萨在这边，不要放肆好不好？拜托。不是啊，我他要跟过来是吗？啊、哦。老鼠？为什么这边会有老鼠？走开，蜘蛛！吓人啊，北极！拼图的碎片，在老鼠洞中找到某种东西的碎片，想要的金光，有更多的零件吗？要是全部组合起来，会变成什么形状呢？啊！是啊，我要去学校。学校到底谁？它是一只很大只的，不是，它长得超大只哎、欸！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直接从它走过去？它就一直卡在这边不让我。体型这么大做什么？哎呦，学校在哪？啊，在正前方，实在是太好了，真是谢谢你哦。那我接下来就要想办法，就是看要怎么避开那一只很大只的挡路鬼。没有办法直接从这边走，所以我只能等他过去，而且我还不能靠太近。他走超快，学校终于回到学校了。校舍东侧的围篱预定暑假进行维修，请勿用手碰触，以免危险。东侧的围篱，下面是北嘛，东边就是这里。好，我没有办法直接从门口走进去嘛，我是学生欸。哦，好吧，好吧，我知道为什么大家不愿意走正门。忽有庞然大物，拔山倒树而来。东侧的围篱，这个吗？贴了一张很旧的纸，上面写着：前方因道路施工禁止通行，如有不便，敬请见谅。好，那看到是道路施工就没问题了。哦。前面两只好多、哦，刚刚是他们围过来嘛，所以我现在是一直都不能睁开眼睛的状态。哦，好哦，乖哦。东侧的围篱在哪里嘞？应该是这里吧。这边有条路哎、欸，可是好像没有路可以走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打
空。对啊，东侧不是这边吗？还是我无意间已经走过头了？哪里哪里有在维修的地方？是这边吗？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走错路。他不是说东侧吗？没你的事哈，没你的事，滚开！这里吧。这扇门好像没有办法从这边打开，真是谢谢你哦。不过就是进了学校，怎么这么困难呢？是我太久没有玩游戏，还是我太低估这个游戏了，或者是我太高估自己的智商了？哦，有东西，我就知道他就会下。超多这种就是会吓人的东西。好，这里玻璃上有个洞，努力一点好像可以穿过。过去吧，人都来了。我光是从我家走到学校就要半个小时。中间还死了两次。好，好，出生完毕，要前往其他地藏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哦，有人吗？哦，原来是窗户没关。这里的窗户没有被关起来，好像可以从这里进去。但有点高，勾不到。仓库也许会有派得上用场的东西，就是明明就是我居住的地方，可是他一直给我那种就是女主角失忆，那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完全就不像是从小就住在这里的感觉。所以我说那个仓库呢，这边是鸡舍嘛，养鸡的地方。仓库你在哪里？话说我刚刚在从大门进来的时候看到一只感觉很大，像是 BOSS 的家伙。哦，蜜蜂。针对学生的注意事项，上面写着：请勿在中庭乱丢垃圾。我捡了这么多石头，好像没有什么用。就是木桥上没有幽灵是可以让我用石头把它引走。这边是操场吧，那操场应该就会有仓库。嗯，为什么这边有一个地藏？好吧，就多储存应该不是不好的事。哦，这边有个碎片。是笔记本的碎片，
读读看吧。你听过学校的七大不可思议吗？听说不好好处理的话，遇到鬼怪的时候会被杀掉哦。我们学校也有吗？七大不可思议，也告诉我。那我来说第一个传闻，就是如果半夜进入学校，头就会被叫做野，那个字念坤吗？什么什么野什么坊的彪形大汉砍掉，这是真的吗？如果遇到了该怎么办呢？只能把自己藏在某个地方吧。是某两个人的交换日记吗？哇，所以我现在需要想办法躲进仓库吗？就是想办法躲进仓库，让他找不到我。我听到天蹦蹦蹦的声音。哦，不要理你。我就是听到他跟过来了。我觉得他跟过来了。有谁在吗？哦，我出现了，果然。快跑耶！快跑！要躲在哪里呢？还好我刚才已经记录了。要躲在某个地方，是能躲哪里？啊，这里？这里吗？然后明就看到，哦，原来看到的是这个九桃，躲水里。铅笔占卜，平坦的部分写着文字，有六面的铅笔，滚动它就能知道今日的运势。试了一下，出现大吉，真的吗？我也希望是真的哦。大吉大吉，万事大吉。所以其实我好像也没有，就还是要把它引过来，然后绕一圈再回去。可是我拿椅子的时候走超慢。而且我拿椅子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开灯，所以根本就看不到幽灵在哪里。啊，他要出来了！好一下，我一直忘记跑进哪一颗键。啊，卡住了。好诶，他长得好像那个。Slenderman 是吧？就是那个瘦瘦的男人。哎，不告诉你，他是不是刚刚穿过来？好，现在都很顺利啊！他又来了，他根本就是那个就是还是叫 N 哎，不是 Enderman 是那个麦块，这应该是 Slender 吧。Slenderman 的那个进化的感觉。
你应该是被我玩坏了。好，我先跑远一点好。就是只要跑远一点，它就会消失。掉了吗？哦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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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！哎呀，我离上好动，先穿过去吧。哎呀，穿过去总不会被打了吧？好诶，他真的是很厉害，敢在地藏前面放刺。地藏你也真是的，居然不救我！我可是要好好的在供奉你。先记个路好了。好。我真的觉得我有点累了，我光是家到学校这一段路，我就觉得我可以拍一集了。好哦好哦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来开始探索学校。好耶好耶，那如果喜欢我可以动动手指点我，或者帮我点个喜欢，有任何问题或者有任何意见都可以留言在下面，我都会看过，帮你们点爱心，这样可以吗？好啦好啦，那我们 See you next time， 下次见，啵啵。